给送到香港妈妈那儿去了吧？您就别瞎想了。不行，我得看看福海去。妈，海哥，你现在肯定是见不着。哦，照您这么说，你要见小雨，还得去香港啊。妈，您早点休息吧，啊，别胡思乱想了，啊，早点回去休息。 嗯，好了。上回给你开的药，那个药膏还有吧？啊，还有。再继续抹，再抹一段时间呢，就彻底的好了啊。但是还要注意，别沾水。哎，就这样啊。谢谢大夫。谢谢大夫。不客气。白天忙了一天也没时间给你拆线，最后还得找加班医生。 苏妈，谢谢你来陪我摘纱布。还没事儿，这么客气呢。再怎么说，你也是因为我受伤的嘛。嗨，这算什么呀？我一大老爷们儿的，小事儿。<笑>哎，苏妈，你还真打算离开警队啊？其实我也说不好呢。 那就别走了呗，反正我，嗯，我们也都挺舍不得你的。可是我晕血啊！你说，连血都不敢看的人，还怎么当刑警？晕血？我觉着你不晕了。嗨，我自己我还不知道呢。看来你是不相信呐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有证据。 要不然，咱俩打顿饭呢？打顿饭，打呗。耍赖，耍赖可是小狗的啊。切，谁耍赖呀？说吧。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受伤的时候，我流了好多好多的血，你晕了吗？嗯，那天，当时。 蔡老板，我敬你一杯。陈老板，你可真是大忙人呢，见你一面这么不容易。蔡老板，对不住了，前段时间忙个事儿，把夜总会的事儿给耽误了。您要是有兴趣，咱们接着谈。还谈什么谈？原先我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？就差您签字了。<笑>蔡老板，爽快爽快，我就喜欢跟您打交道。 您协议带了吗？咱们立马就签。好，我带着呢。来，您看。
陈老板，下来打算去哪发展呢？回向东发展。好，有机会我们继续合作。是是是。罗先生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结果可能很不乐观。不乐观？不，不是这个，周律师，你一定相信我，这人不是我杀的，我真没杀人，周律师。景旭。 我尽了全力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钱也花的差不多了，罗先生，你是否可以考虑一下认罪态度？如果认罪态度好的话，对开庭会有一定的作用。作用？周律师，周律师，你真的相信我？我这人真不是我杀的，我真没有杀人。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 走吧，快走。这个女孩您见过吗？哦，这不是那天看病那小女孩吗？我见过。啊，医生，那当时的具体情况你还记得吗？啊，当时是一个男的送她来的，当时这个小女孩还发烧，我给她诊断了一下是肺炎，说是要住院治疗的。结果那个男的一不办手续，二呢。 他也不抓药，结果拿着单子他就走了，当时我很奇怪，哪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家长啊？医生，你们医院的监控室在哪儿？在三楼。干什么呢？啊？这个是你画的？嗯。儿子叔叔，我爸什么时候回来？ 过两天，你老说过两天，我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？你爸爸说了啊，忙完工作就过来接你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回家住啊？我想上学了。你爸啊，让我照顾你，好好看着你。但叔叔工作特别忙，不能啊固定的住在一个地方，知道了吧？那爸爸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想跟爸爸打电话了。 叔叔没有你爸爸电话，你不是爸爸的朋友吗？怎么会没有爸爸的电话呢？那你帮我找五峰叔叔吧，五峰叔叔也是爸爸的朋友，他一定有爸爸的电话。行了，别说了。 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又有点烧。赶紧点，我去给他买点药。华哥，你小心点啊。 干什么呢？
师傅，请你帮我们调一下13号到17号所有的监控录像。好的。有了。医生，都这么久了，我爸爸的病情有没有好转？你父亲的情况一直都很稳定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是好事儿。那我爸爸能不能醒过来？这个确实不好说。现在他其实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植物人状态，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，这么说吧，希望是有的。我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但是他能不能醒过来，确实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。现在事情越来越超乎我的想象了。我每天和盛天在一起，我都是在演戏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演戏。爸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。吴峰一直劝我停手，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为我好，他也有他的难言之隐。可是我不能看着真正的凶手就在眼前而视若无睹。爸，想想也挺讽刺的，您醒着的时候，我没跟您说过几句话。现在您这样了，我反倒有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说。
杜队，查到了，那个车牌属于一个万全源的出租车公司，司机叫陈林，他的调度告诉我，他现在正在当班，现在正在海河路昆泰桥附近。马上过去，通知武队。进攻方面来说，其实带来也很大的一定的难度。这种情况下，长臂猿只能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在场上对比赛中感觉。 谁让你出来？屋里待着去。我要上厕所嘛。阿亮，带他去。我不去，上次就我带去。走吧。快点啊！ 麻烦你看一下，有没有见过这小姑娘？好像有点印象。当时这小女孩老是咳嗽，我觉得挺可怜的，所以我就记下了。那你能想起来他们去哪儿吗？我想起。去哪儿？ 北河路，杨柳青小区。对，就是北河道杨柳青小区。我的车最后停在了一进正门的王所拐的楼前。好，谢谢你。走，咱们去杨柳青小区。好。嗯。好了没有？快了，叔叔。 抽水不听话了，我想修理它，可是它太沉了。算了，没什么大事儿，伤着没有？砸着我脚了。走，出去看看。阿良，收拾一下。中国队现在加上这场比赛已经打了四场这个世界杯的外围赛，四场比赛应该说是排出了四套不同的首发阵容。 那么这一点，我想变。哪只脚啊？右脚被砸了。但是这种频繁的变化，一方面我想是可能给对方造成哪一个措施不利，另外一方面我们队友自己。这儿疼吗？疼。在踢球时间不长，不是很长。没什么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自己的进攻方面来说，其实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。叔叔，我渴了。只能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和场上比赛中感觉。我不是喝这个，我想喝饮料。 冰箱里就有。等着啊，小姑奶奶。自己能走吗？ 能走屋里喝去。你只要给我一个借口，我就能够有机会拖延时间。喂，是警察叔叔吗？ 我要找武峰叔叔。其实，在德比杯的前哨战，法国队，我没大错呀。武峰叔叔也是警察。华哥什么时候回来？等着，咱们要照顾这小屁孩。比赛中感觉。什么时候？行了，那小孩叫什么姐？防守，在攻守两方面没有形成的有效的默契。现在对手退防的很快，中国队攻起来有困难。
说这个在快速转折邮件啊，等于他是属金呢。干嘛呢？拿来，拿来！小东西！从车顶扔下去。不对，看来他们走得很急啊。上厕所，小兔崽子，别没事找事儿啊！你刚上完厕所，我还要上吗？我憋不住了。行了，带他去解决一下。八哥，别惯着他，他肯定瞎闹。这拉车你能受得了啊？这么点小孩你看不住，废物！快点，找屁眼地。快点儿！行了，就这儿，快点啊！快点的啊！不行，在这儿我拉不出来。你想上哪儿去？当然是厕所了。不行，就是这儿。我拉不出来。你怎么这么多毛病？就一间厕所。行啊，小姑奶奶，我可盯着你呢。怎么还没回来？阿亮。哎，霍哥，在车上待着。行。机灵点啊，好嘞，看看。行。
孩子，你怎么了？有坏人要抓我，我要找武峰叔叔。小雨，你想干什么？您别误会，这是我小侄女，刚才打了她一下，使点小性子。小雨，不要乱跑啊，这儿这么多车，多危险。叔叔，我不是他侄女。小雨，叔叔知道错了，走，叔叔带你买玩具去，走。哎，小雨，这么不听话呢，跟叔叔回去。小雨，不想上学的孩子可不是好孩子，走，回去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么家里事儿你给我少管啊，走。妈，我要上学去。如果跟你说，这两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光，你信吗？我相信。来，少凡。谢谢秦管员。尝尝这个牛肉。好吗？好的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麻烦了。不麻烦。来，你过来。你们是不是应该尊重顾客的所有意见呀？是。你知道吗？小时候呀，我家特别穷，我父母经常出去跟别人打工。那会儿啊，我就得一个人做饭，因为没人跟我做饭呢。但是那会儿又没什么钱，所以我就训练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本事，我能够把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食材，我能做出一大桌特别好吃的饭来。你不信我是不是？我哪天我必须得给你露一手。好啊。
哪天？你这个算是很期待啊。行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来，我再干了哈，你可以随意。老八，老八，讨厌，谁呀这是？你人来了，房东说这房子要租给我的呀，怎么着？你有病吧？啊！房东，我是小毛啊，我是小毛，我是小毛，房东。小毛叔叔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小雨，快给警察报警！快跑！快报警！你跟。快跑，小雨！小雨，你边去！呀，小雨，快跑！快跑！
没事儿。喂，对，我是吴峰。什么？好，我们马上到。怎么了？小雨找到了。真的？对，走，去卫国路派出所。吴峰叔叔。小雨，小雨。这次算是真的交代了呢。哪儿那么容易就交代了？好好休息几天，马上就好。吴队，小雨呢？小雨她找到你们了吗？小毛叔叔。小雨，小毛叔叔可算找着你了。没事吧？啊，小雨啊，也住院了，不过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前两天有点肺炎。小毛叔叔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事，该养伤的应该是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小雨乖，小毛叔叔没事啊，过两天小毛叔叔就好了。小雨要听话啊，不许乱跑，小毛叔叔啊也需要休息啊。嗯。小雨最乖了。哎呀，哎，小雨啊，告诉吴叔叔，这几天都跟谁在一起啊？华子叔叔和两个叔叔。华子叔叔是谁啊？华子叔叔是爸爸的朋友啊。你为什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啊？我在等爸爸。吴峰叔叔，你有爸爸的电话吗？等爸爸？你为什么要等爸爸？因为爸爸在香港，爸爸把我交给了陈叔叔，陈叔叔太忙了，就把我交给了华子叔叔。华子叔叔非常的凶，对小雨不好，小雨害怕他。陈叔叔又是谁啊？陈叔叔就是陈叔叔呀。这是给你的书。谢谢你啊，昨晚没有休息好吧？没事，挺好的。上次我有点着急了。我知道，你也是关心小雨。给你看点东西。爸爸。你怎么还在香港啊？小雨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小雨天天都在想您，小雨想去香港找您，他把我关在黑屋子里，不让我出去，也不让我去上学，小雨好怕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你不要小雨了，小雨以后乖乖的，绝对不再惹你生气了。找到他了，他在哪儿？他们没打他吧？你放心吧，都挺好的。现在在警队呢，大林他们陪着他。海哥，小雨我已经找回来了，你应该没有顾虑了。一定会替我保护好小雨的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。嗯。